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这一讲呢，要来继续谈市场均衡分析哦，要来谈市场均衡分析，我们要来谈谈买卖双方哦如何在市场中互动。我们在上一讲中呢，有谈到市场均衡的这个概念，好，我们说经济学家会认为哦，平常我们在市场上呢，所看到这个交易量跟交易价格这个每日的每个月的或每年的这个平均交易量呢，你所看到这个数字呢都是均衡的结果，都是市场均衡的结果。可是你会说到，哎，那个每次我看到这个交易价格不是都上上下下的吗？每天交易价格都上上下下的啊？我说，我们经济学家会认为这个上上下下呢，表示的是市场均衡的变动是市场均衡的变动。哦，那表示呢，这个市场均衡的变动是来自于这个外力哦，其他因素变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市场交易价格上下呢，表示呢其他因素哦，其他因素变动的结果哦，其他因素变动的结果。哦，那我们在前一讲里面有谈到呢，这个导致需求线跟供给线呢，变动的其他因素有很多哦，我们有谈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我们这一讲呢，就要来谈谈这个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呢，会如何影响到市场均衡的变动？哦，会如何影响到市场均衡的变动？我们会用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例子叫做台风来袭前的菜价为什么会大幅上涨？台风来袭前的菜价为什么会大幅上涨？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啦，吼，每年呢，吼，在台湾多多少少都有台风来，吼，这个是前阵子侵袭台湾的一个台风啦，吼，那个什么利奇马台风。每年或者每两三年台风来的时候呢，通常气象报告气象预报说，哎，可能过几天会有台风来，可能过几天会有台风来。通常呢，台风还没来以前，台风还没来以前，你看这个就是啊，台风还没有来以前呢，台风还没有来以前呢，这个怎么样？台风还没来以前呢，价格就上涨。台风还没来以前，价格就上涨。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啊，有些时候你会觉得纳闷呢，我知道台风来了会对产地造成侵害哦，产地造成侵害的话，那到货量会减少嘛，哦，那价格会上涨啊。可是为什么台风来以前，那个产地还没受到侵害啊？哦，从产地还没受到侵害啊，那个市场还能够正常到货啊？啊，为什么台风还没来以前，市场还没造成损害，道路也还没造成损害，为什么价格就上涨了？哦，为什么价格就上涨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说这个跟预期价格有点关系，这个跟人，这个就是一般新闻在讲的叫做民众的预期心理，然后这个民众的预期跟你预期过几天的菜价有关系，这个就预期价格，预期价格上涨。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你是这个什么，你是买方，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每天都要去买菜，然后呢过几天你天气预报说有台风会来，那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第一个想到是哦，台风来了，那可能后天、大后天会休市哦，会休市。那休市的话呢，你就买不到了哦。那其实现在有些时候台风来，还是有些那个什么 Seven 啊，量贩店会开，然后不过这实在不大好，然后因为人家台风来之后去上班，哎，真的也蛮辛苦的，也很危险嘛。那可是前几年你其实看到，就算台风来，有些时候那些市场还是会开，然后还是会开。哦，可是呢，如果台风来了很大啊，市场没有开啊，其实你也不想冒着风雨出去，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你想的事情是什么啊？明后天哦，过几天有台风来，你先去买菜到家来囤。那第二个你想的是什么呢？第二个你想的是说，哎，台风来了，产地受到破坏啊，产地受到破坏以后呢，过几天哦，台风来了的当天买不到菜 ，of course， 台风过后呢，菜价也会上涨哦。台风过后呢，产地受到破坏，菜价也会上涨。你会想到这个事情吗？对不对？你会想到这个，你会预期哦，预期菜价再过几天会上涨。啊，其实就算台风来那一天，哦，有菜市场开门，哦，有这些家乐福、哦、Costco， 就算他们开门了，哦啊，人家叫人家台风天来上班，搞不好他们菜价也会往上调啊，哦，搞不好他们菜价也会往上调嘛。所以你在台风来两三天前，你就预期了说啊，这个菜价再过几天会往上调。那如果你觉得菜价过几天会往上调，你们家冰箱容量又够啊，你会怎么想？先赶快去买货来囤啊，对不对？先赶快
买货来囤啊，所以你预期未来价格、未来菜价会上涨，你就会赶快怎么样？冲去菜市场啊，冲啊冲啊！哦，跑去菜市场买菜哦，跑去菜市场买菜哦，所以需求面哦，因为未来哦，因为对未来的价格哦，你预期它会上涨，所以你会现在它价格还便宜的时候，赶快冲去菜市场买哦。那卖家呢？卖家呢？台风要来哦，农民会怕这个什么台风造成损失，所以通常会抢收嘛。抢收的话呢，供货量应该会增加才对啊。哎，可是这个是那个产地那边哦，产地那边啊，到了这个盘商那边，他会怎么想？哦，盘商那边怎么想？通常你看到新闻都是哦，那个台风要来了，然后大家冲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呢，两三下菜就买完了，然后就问商家说，哎，到底还有没有菜？他会说没有，卖完了。哦，卖完了，那真的是卖完了吗？哦，农民在抢收啊，产地在抢收啊，应该供货量也会跟着上升来对啊，为什么一下就卖完了？真的是大家来抢买，所以卖完了，还是他其实卖的意愿也降低。哦，如果你是厂商啊，你是想要发大财的人，你预期后天、大后天菜价会上涨，你会怎么想？如果你们家储藏室够大，你会先把货囤起来嘛？哦，你会把货囤起来，大家来抢买买买，就说啊，真不好意思，卖完的啊。事实上有没有？搞不好仓库里面一大堆哦，产地。啊，在一两天抢收来的都堆在仓库里面嘛，你会说啊，卖完了，那过几天菜价涨上去的时候，你再把这些菜价拿出来卖，那你是不是会赚比较多？会啊，哦，所以如果你是卖家，你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涨，你也蹲回啦，哦，你也蹲回哦，你会把货囤起来哦，你要把货囤起来，所以这样就会造成什么情况下呢？这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就会造成供给线的内因哦，所以你就看到台风来袭前呢，哦，因为。大家预期过几天，哦，台风来了以后呢，或台风过了以后呢，菜价会大幅度的上涨。你会是，如果你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夫，你会怎么样？赶快冲啊，哦，冲去菜市场买菜，所以需求会外移。然后本来固定菜市场只有10,000人去买，现在突然多了2,000-3,000人，平常可能两三天才买一次，两三天大家两三天都才买一次菜，今天全部都挤在这一天来买，哦，需求线就会外移。哦，需求线就会外移。好，那卖家呢？即使是哦，产地在抢收哦，抢收，你现在多了一堆货哦，多了一堆货，你的冰箱够大哦，储藏空间够大，多了一堆货，你也会想说，哎，过几天菜价会涨，过几天再拿出来卖好不好？会啊，你会想过几天再拿出来卖就好啦，哦，过几天就再拿出来卖就好，所以供给会怎么样？会内移，或是会上移？哦，会上移。哦，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现象。哦，这个时候呢，价格会上升，哦，那交易量呢就不确定啊，哦。为什么？这时候交易量呢，你看到需求外移，供给线内移，所以这个交易量呢，到底会在这边还是在这边？哦，它变动方向是不一定，要看哦，供给线跟需求线的相对变动幅度哦啊。不过你可以确定的是说，价格会上涨，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大家预期哦，台风来了那一天或台风来袭以后，菜价会上涨，产地受到破坏，菜价会上涨。大家预期后过几天会上涨，今天大家就会去抢货，那卖家也不想今天很快把一堆货都卖出去哦，结果会造成什么倾向呢？就会造成说，大家预期过几天菜价会上扬，菜价今天就涨给你看哦，今天菜价今天就涨给你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说，为什么台风来袭前产地还没受到破坏的时候，菜价就已经先大幅上涨了哦。用常理来讲嘛，大家都抢着买啊，厂商也不想卖那么多啊。这个时候呢，价格一定会升高嘛，哦，价格一定会升高啊，还没有真的受到产地还没有真的受到破坏，纯粹是因为大家预期心理的关系哦，菜价就会真的跟着你的预期哦往上涨哦。那这个东西呢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呢，这个叫做自我实现的预期，也就是说，只要买卖双方大家都觉得菜价会上涨。那大家跟着这个预期来动作哦，来行为，买方觉得明天价格会涨，我今天就去抢；卖家觉得明天价格就会涨，所以我今天不想卖那么多。结果就是价格今天就给你涨上去。然后，当大家都相信某事会发生的时候呢，而且依此预期行事的时候，最终这件事情就会真的会发生。这个叫做自我实现的预期，这个在经济学里面呢是个很有意思而且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呢？我们在金融市场上其实常常看到这个事情哦，常常看到这个事情哦，常常会看到这个事情。那、啊、这个也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也是泡沫经济的成因之一啦。然后举例来说，比如像说今天大家如果整个市场上普遍都预期某一只股票会上涨，哦，那为什么会预期这个股票会上涨呢？你也不知道哦，各式各样的原因哦 ，maybe 是说大家看好哦这间公司的前景，而且大家都像有相同的看法。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会不会想要去买？你预期这间公司的股价会上涨，那 maybe 是他那个 CEO 做了一个很厉害的演讲哦，他讲的天花乱坠，到底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你也不知道。不过呢，他成功让大家相信哦，我们公司在一年后会赚大钱。哦，一年后赚大钱，所以大家预期一年后股价会上涨。今天你会不会想要去买？会啊！啊，如果普遍上升，大家都这么想，你会不会去买？会，你今天就会去买。哦，这个 CEO 做了非常厉害的一个 speech， 大家觉得哇、哦，这个公司以后就赚大钱，我现在就去买。买方会去买啊？你持有这间公司股票呢？你会不会现在就卖出去？不会啊，你也不会卖，你会讲说啊，以后会涨，我涨的时候再卖。所以卖方的会吸售，买方的呢会抢进，结果就是。今天价格就会涨上去给你看哦，预期明年情况会大好，今天大家就会进去买。那结果就是，哎，本来你只是预期它会未来一年会涨价，或本来或者是说你只是预期它下个月会涨价，就今天价格就涨给你看，因为大家都依照这个预期形式的时候，价格就真的是上涨了。哦，房屋也是一样啊，哦，很多时候房屋也是啊，哦，你看看前几年哦，或者说在台湾普遍。在前阵子、哦、都有一个市场上普遍都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心理，预期什么房价一定会涨、哦啊、到底房价为什么会涨，这后面有没有实质上的依据说房价一定会往上涨，永远涨、哦、不会下跌，有些时候也很难说有什么实质的依据嘛，尤其是台湾进入少子化的情况，买房子人到底越来越 会不会越来越多、哦、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叫刚性需求，然后一定会大家要住这边就要买这个房，可是台湾人口在减少啊啊。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台湾房价都会上涨？不知道吗？不管它。不过 anyway， 在前几年的市场上普遍都有这个预期。市场上普遍都有这个预期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啊、你爸、你妈、哦、亲戚、朋友都说啊，房价一定会上涨，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买房子。哦，在前几年这个心态非常的普遍，现在可能没有了。然后现在大家觉得说，哎，不大对劲。哦，不过前几年好像都是这个样子，普遍大家都觉得买房子，然后房价一定会涨。现在不买房子呢，就是笨蛋。然后买了以后呢，房价一定会涨，再卖出也会赚一笔。大家都这样想，所以那时候哦，大家都在买房。那你手上有房子，你会现在卖吗？你也不会卖啊，你可能会 OK， 慢慢等，慢慢等，等到高点的时候再卖。可是什么时候是高点？不知道，谁能够预测高点呢？哦，比如像李嘉诚这种厉害的角色嘛，哎，就会预测高点再卖。大多数人没有办法预测高点，就只能想说啊，应该会涨。如果普遍上买方跟卖方都有这个预期心理的时候，买方会抢进，卖方会吸售，结果就是你就看到房价会上涨。当然，在某个时点上，大家突然发现这个预期不大对哦，哦，这个预期没有实际上的支撑的时候，哎，这个预期开始消散的时候，哎，房价就开始波动。可是你会看得到，在一开始的时候，当大家普遍市场上买卖双方都这样想的时候呢，哎，这个自我实现的预期就会看到，你就看到这个事情，这个预期就自我实现了哦。所以你知道说掌握市场上，然后尤其在金融市场上掌握大家普遍对市场价格对某个商品未来价格的这个预期或看法，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帮你赚到钱的。我记得在美国，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谈过一个 idea， 不过呢很遗憾的是说当他提那个 idea 的时候，我后来做了一下功课发现已经有人想到这个事情了。什么事情呢？他就说既然我们知道市场上如果普遍大家都相信某事会发生，而且依此预期形成的话，最终这件事情真的会发生，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捕捉人的预期？他说如果我们有办法捕捉到人的预期的时候、哦、你就可以怎么样，尤其是如果你可以捕捉到市场中的参与者、哦、比如像金融市场上参与者的预期，你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赚到钱啊、哦、可是你怎么去捕捉金融市场上大家的预期呢、哦、他就说、哦比如像有些交易员在美国，大家会玩推特嘛，哦，推特在台湾玩的人比较少，但是美国玩的很多嘛，哦，川普也在玩啊，哦，那有些交易员呢，他们会在推特上交流意见，啊，如果你今天有个这个机器人，哦，你有个程式自动去推特上面捞资料，捞大家对某些股票的预期，哦，大家都在讨论你明天要不要，很多交易员会在上面讨论啊，以前啊，哦，我要不要买，我要不要卖，那如果你能够用程式去把大家的这个预期都抓出来，
然后根据你就可以掌握到说，哎，普遍上现在交易员是怎么想的。哦，他们可能这样讲一讲，明天就真的去做了。哦，明天就真的去做。哦，那所以如果你能够捕捉到这个预期的时候呢，你在他们下去买之前，你先去买。哦，那你就可以赚到一波嘛。哦，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设个基准，说，哎，到底有多少人预期这样的时候呢？然后大家会去行动，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应该在那之前先抢进。所以你就可以在股价涨一波之前呢，就先进到市场，然后等到高点再把它卖掉。哦，在美国呢，哦，有不少，我后来发现说有不少，哦，可能有不少这个基金公司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在操作了。哦，啊，当然他们不是手动去看人家预期啊，用程式去看啊，哦，用程式去看啊，交易员普遍哦，在各种社群网络上面的讨论，然后在他们行动之前先捕捉到他们的预期啦，然后在他们行动之前呢先行动。那当然，现在很多交易员用这招，所以可能慢慢的你的操作空间就越来越小，因为你抓人家预期，人家抓完预期，人家可能跟你同步行动，或甚至比你更早行动。哦，那很有可能哦，你现在就没有赚头。可是，在5年前、10年前的时候，这个还是有赚头的一个生意，然后就捕捉到众人的预期，而且我们知道背后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因为大家都相信某事的时候，而且跟着这个预期行事的时候，最终这件事情就会真的发生。这个叫做自我实现预期，是个有趣的概念。然后，那在金融市场上呢，这个概念呢，常常会看到大家预期某事会涨，那这只股票就涨；大家预期全部人都觉得这股票会跌，那就真的会下跌，然后就真的会下跌。好，那希望这个东西呢，能够让大家理解哦。这个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呢？哦，如何作为这个其他条件影响到市场均衡？我是中央大学企管系佘建元，我们下次见。